喂，底下是土外屏。楼上可以瞅一眼看一眼。咱们进来看看，这个感觉呀、啊，房间是挺漂亮。关注鬼头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那么我身后呢有个小区叫美兰家园。今天呢有一位网友啊通过视频找到了我，说他家的房子要出售。今天咱们看看他什么户型，要多少钱。跟着我的镜头来吧。一进入小区啊，楼层虽然不高，但是感觉很规整啊。而且呢一楼呢也都是还有个小园儿。听见到处都是鸟叫了吗？对，大哥，我问一下，这小区盖几年了？十六七年吧。啊，有十六七年了。一单元。几楼？四楼。我刚才来之前打听了一下，他们说得盖这小区建得十五六年、十六七年了。没有十五六年，零八年。那十四年了。哎。首先一进来呀。一个字儿亮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角度，然后看见这个沙发这儿，这是一个鞋柜，指纹密码锁，是电视墙，在对面呢是洗手间，咱们先看看洗手间啊。哎，这么大房子，洗手间不大。这房子多少平？楼上楼下都算上了。对对对，实用是130米。然后这个位置啊，餐桌。看不上。正对面是厨房。两室。然后这餐桌的右手边是主卧啊。咱们进来看看，这个感觉呀、啊。房间是挺漂亮，但是给人感觉这个举架稍稍有点低呀、啊。但是主卧这块有一个大阳台呀，怎么样？给阳台窗打开看看，我再上楼上看看啊。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，是做一个榻榻米，一个小卧室。啊，钉一个小卧室。楼上这是洗手间。楼上的洗手间大呀。然后往里来，弄得还挺有格调哈、啊，挺有情调的。这楼上的主卧，看看二楼大阳台。那吃饭就在一楼了呗？对，一楼。这能干点啥呢？这块本来打算这边是结婚装的，然后先住的啊。然后这两房一买，然后就不打算住了。格局已经看了，咱们唠点正题吧。130米，楼上楼下全算上。对对对。那它这个举架是几米的？举架是五米二。举架是五米二。五楼。就是一个五楼，就是、举架高呗。对。然后自己就建立成这种复式了呗。对，房本建筑面积是86米。86米，石头灰的。现在报价是70万吧，没有税，因为我这个装修的话就花了17-8万，不到20万。装修都是我一己，给你让2万块钱。对，就是78左右呗。对，好了，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啊，下期再见。